好快過了一個星期了，那我今個星期呢就沒什麼特別的工作安排了，所以可以多一些時間呢留在 studio 裡面的。那我就會跟大家分享一下啦，究竟化妝師呢在不用工作的狀態下要做些什麼啦。例如我晏一點呢就會拍回一些我收到的 product 相啦，那會跟大家分享呢我究竟平時是怎樣拍回 product 的。Forget it, hey, you broke my heart. You broke my heart. Oh, Vincent, when did your sense go?小肥肥，肥肥，入嚟咯，乖啦，入嚟啦，哇！今次第一次整依一個圓形，我之前一路咧都係整方嘅，咁跟住我覺得啊，不如今年試下啲新型新嘅形啊，估唔到圓形都幾靚。好啦，我而家趕住要出去同朋友食飯啦。